文文每日都要10点翻到公司，佢日日都调好闹钟8点半嘅，估唔到今日佢瞓过龙啦。收睇今晚嘅生活调查团，我系琪琪。嗱，好多街坊咧为咗追求营养嘅均衡，都选择食用粗粮。咁于是咧，好多食品饮品咧都向粗粮迈进，而商家宣称嘅系用粗粮制作嘅粗粮饮料咧，亦都为此大受欢迎。方便食用嘅粗粮饮料咧，无疑就系上班族、学生仔早餐嘅必备之物。咁其实我个人咧都好中意饮呢啲粗粮饮料嘅，唔知道各位街坊咧系咪同我都一样啦？在訪問街坊之前，我們有一個好消息，參與生活調查團微信互動有獎問答，有機會獲得豐厚獎品。本期的問題是，以下哪種粗糧食品營養價值最高呢？ A. 粗糧食材， B. 鮮榨粗糧汁， C. 盒裝粗糧飲料。參與互動的觀眾可以掃一掃屏幕中的二維碼，訂閱生活調查團微信公眾號，看完本期節目之後可以進入微信參與答題。每期將會抽出答案的一名幸運觀眾，贈送豐厚的獎品。帶著問題繼我們展開調查吧。粗粮饮料、嗯、有没有喝过？有啊，偶尔吧。比较少咯，没有，不是常饮的。咁你觉得饮呢啲粗粮饮料等唔等于食粗粮咧？即系从营养角度嚟讲。咁啊，就应该唔系咁，唔系咯。因为粗粮饮料必须都系有带啲甜性，都系有啲甜甜地咯。咁样佢营养嘅应该都唔会话有粗粮本身咁高咯。等于而家好多商家都系攞呢啲嚟呃称。唔一定等于，因为经过加工嚟。睇嚟好多街坊咧都选择过粗粮饮料，咁只不过佢哋都质疑饮粗粮饮料其实系咪比唔上直接食粗粮嘅？咁粗粮食物我听下听得多啦，咁究竟系点样嘅食物先叫做粗粮呢？粗粮饮料系经过深加工嘅，咁佢仲系咪粗粮呢？粗粮呢，其实呢，我们说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所有的这几种那个那种的粮食呢？都可以分粗粮和精致粮。粗粮其实就是说，没有加工那么精细，因为加工精细呢，我们现在就是为了一些那个卖相好，还有更加容易保存或者什么，会加工的更加精细一点。你比如说大米，把它磨的就很漂亮了。专家话俾我哋知，其实粗粮咧系相对我哋平时食嘅精米、白面等嘅细粮而言嘅，主要包括谷类嘅粟米、小米、紫米、高粱、燕麦、荞麦、麦麸以及系各种干豆类，好似黄豆、青豆、赤豆、绿豆等等。而喺饮料通则当中咧，对粗粮饮料嘅定义系以谷物粗粮为主要原料经调制成嘅饮料，而唔少人都会因为贪方便选择饮粗粮饮料嚟达到直接食粗粮嘅营养目的嘅。其实呢，它就把骨皮这一层呢都给去掉，其实这层呢是那个营养成分是很丰富的，给去掉之后呢，可能的营养成分就减少了。精致的它的那个营养成分会丢失很多，啊，粗制呢营养成分保留的很比较齐全一点。原来粗粮加工过之后咧，就唔算系粗粮噶啦。咁咪即系话市面上嘅嗰啲非天然嘅粗粮食品，全部都系伪粗粮。嗱，咁我咧就唔关心嗰啲粗粮食品咧系咪唔可以叫粗粮嘅呢啲学术问题噶吓。咁我个人咧就好似广大嘅老百姓一样，净系关心伪粗粮咧系咪同真粗粮嘅营养价值一样咧？加工过之后，粗粮嘅营养会唔会流失咧？我哋即刻嚟做翻个实验。为了调查清楚经过加工的粗粮饮料，它的营养价值是不是真的可以等同于直接食粗粮，调查员琪琪分别从市场上买了一公粟米以及一盒粟米饮料，检测两者的蛋白质含量，看看粟米和粟米饮料的营养价值相差多少。检测结果，天然粟米含有蛋白质是29克，粟米粗粮饮料的蛋白质只有1.0克。
睇嚟有啲人認為飲粗糧飲料同埋直接食用粗糧營養應該差唔多，真係大錯特錯啊！如果按照一個成年人每日需要食用50克嘅粗糧營養標準嚟計算，哇！即係我哋平日要飲夠20支粗糧飲料先可以吸收同等嘅營養。喂，20支喎，邊個一日可以飲咁多啊？那麼健康的目的呢，是因為什麼呢？這種精白面或者是精米的狀態，加工的越厲害，那么我们的米和面里面有一些营养物质的损失就会越大，加工越多，膳食纤维的损失越大。那么是这精米和白米对我们的胃肠道功能会影响比较大，肠癌的发生跟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成负相关的。就是说膳食纤维的摄入量高，那么发生肠癌的机会就会越少。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在日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增加粗粮的摄入，也就是说比如说糙米啊或者这一类的粗粮的摄入，那么这样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既然粗粮饮料营养比唔上粗粮食材，咁人工打磨嘅粗粮汁咧，佢哋嘅营养价值又有几高呢？我哋再次嚟到专业嘅机构，带住速溶嘅燕麦片、鲜榨嘅粟米汁以及黑豆饮料做营养成分嘅检测，咁对比睇睇，到底边种饮品嘅营养系最丰富，又可唔可以拼得过粗粮本身呢？这个是那个燕麦片的，这个是那个玉米汁的，这个是那个黑豆粗粮饮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果的话，黑豆里面它精氨酸那种蛋白质的含量是最低的，它现在的话是0.5，其实结果的话还有40%。然后这个玉米汁的话，它的含量比黑豆要高，然后这个是大概是在1左右，这个的话。它是最高的燕麦片，它那个含精氨酸蛋白质比黑豆里面跟其他的饮料的多一些，这个的话是在6，然后再除以40，这样的一个结果。速溶的这种燕麦片它也不是一种饮料，它实际上跟我们的做粥的做法实际上是一样的，在燕麦加工过程之中呢，它是按照整粒的燕麦然后经过烘干或者是直接压榨而成的，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损失并不大。但是呢，你又提到一些比如说用薏米来榨汁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加工的食品的话，它跟我们吃燕麦或者是吃我们的饭主食的话是有质的区别。质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加工成薏米汁以后，它大部分是把薏米里面的含水这一部分东西把它压榨出来，它残余这一部分的量会减少的很多，所以呢，它能够把一部分的维生素或者是矿物质或者是水分甚至糖分可以压榨出来，然后榨到薏米汁里面，但是它的膳食纤维会损失非常大。那么有些人呢，制作这个过程之中连渣一起打入进去，那么膳食纤维是可以保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同等，但是制成的饮料是饮料，还有很多渣的残留的话，这两个东西就不能同等来看待了。实验结果显示，盒装饮料的蛋白质含量是最低的，饮粗粮绝对是不等于食粗粮。同一款粟米谷物饮料为例，每100克的饮料当中含碳水化合物是9.6克，含钠是45毫克，一支饮料净含量是240克，提供的膳食纤维只是得1.44克啫，而糖却有23克啊。而一般人体每日摄入的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粗粮饮料当中的糖几乎是超越了这个上限。首先糖分一多呢，对一些肥胖的病人呢，还有糖尿病病人肯定是必须得限制的糖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盐分多的人呢，就是肾病的病人了，糖尿病里面还有一些肾病的病人也是要限制的，还有一些血压高啊血脂高的人啊都会限制盐的。准备这么多粗粮饮料，岂不是害了他？
網上流傳住一啲新聞，咁啊話粗糧飲料當中會放好多嘅食品添加劑。咁其實放呢啲都唔使大驚小怪嘅，喺我哋國家好多添加劑可以食用嘅。但係調查員發現，食品中有一種添加劑叫做甜蜜素。我國目前嘅食品工業仲係可以使用，但根據報道話，甜蜜素會導致癌啦、致畸形啦、損害腎功能，而國外嘅好多國家咧都係禁止食用嘅。不斷有人話甜蜜素食用過多會對人體極為不利，咁樣嘅添加劑應該要退出市場。嚇，唔知道依家國內嘅粗糧飲料當中會唔會有甜蜜素呢？你好，我最近呢，就是我朋友送了几盒你们那里产的粗粮饮料给我，但是我这几天有点肚子不舒服，是不是可能他买的那个粗粮饮料不是正规的？这个不太清楚啊，我们也是代加工的。那会不会是那个食品添加剂有问题啊？这个我不太清楚，你打68044。呢位商家一直声称唔清楚系咪含有不良添加剂，咁我哋嚟听听另外一位商家又系点讲嘅。粗粮饮料啊，是哪里买的？是在我朋友的店里面买的，所以我又不好意思拿回去问他。这个是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哎，但是我看到那个盒上有甜蜜素啊。这个全部都是按照国家标准添加的量，不会超，只有少不会多的。这我们都是合格的产品。那甜蜜素它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没有什么危害。看来两个商家的做法好不一致喎。嗱，甜蜜素的学名是环乙基氨酸黄酸钠，白色针状、片状结晶或者系结晶状粉末，无臭味甜。它的稀溶液的甜度大概是一种非营养型的合成甜蜜剂，其甜度是蔗糖的30倍，而价格净是蔗糖的1/3嘅啫。哇，甜蜜素比蔗糖甜30倍，甜蜜素真的好犀利噃，简直是那些喜欢吃甜味的人的最爱啦。但是看到它的危害真的好得人惊啊。咁一般嘅粗粮饮料入边系咪真系含有甜蜜素咧？甜蜜素系咪真系有咁多嘅危害咧？我哋首先嚟做翻个检测。我而家手上攞住嘅呢两支咧，就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同埋经常都会饮到嘅粗粮饮料。咁而我右手呢支咧系标明咗含有甜蜜素嘅成分嘅，而呢支咧系冇标明嘅。咁冇标明嘅系咪就真系唔含有甜蜜素成分咧？咁标明嘅会唔会超标咧？下面我哋即刻嚟做个检测。Hello， 陈老师你好，已经在准备了吧？我现在手上拿的两种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还有就是大家都喝到的粗粮饮料。这个呢，就是它上面的这个成分表有标明是甜蜜素，这个是没标明的。我们这一次呢，就想检测一下标明的有没有超标，那没标明的是不是真的就不含甜蜜素？谢谢。好，我想问一下检测结果怎么样呢？啊，检测结果出来了，首先是那个标了有甜蜜素的，它的检测结果是1.1028克每千克，就是国标限量是0.65克每千克，其实超了，对，超了快一倍了。然后那个没有标有甜蜜素的，它的检测结果就是未检出，就没有甜蜜素检出。从检测结果来看，有标明甜蜜素成分的粗粮饮料的确是检测出了甜蜜素，而且还是超标，超了差不多1倍。而没有标明甜蜜素成分的粗粮饮料的确我们是没有检测出甜蜜素成分的。甜蜜素摄入过多究竟会有什么危害呢？有网络新闻报道就说到，甜蜜素摄入过多对我们人体是非常不利的，有致癌、致畸形、有损肾功能等等的副作用，对小朋友的危害就更加之大。咁到底甜蜜素摄入过多系咪会出现以上嘅呢啲情况呢？我哋仲系嚟咨询下专家啦。因为甜蜜素的话，它有那个致畸、致癌，还有损伤肾脏功能的一个副作用。我们国家也对它的应用的话有了很严格的规定。甜蜜素的每千克的体重摄入量的最高限量是11毫克。如果是以一个人的体重是50千克来计的话，也就是说它的最高限量最多能摄入甜蜜素的限量就是550毫克。之前我们检测的那瓶标有甜蜜素的那个饮料，它的
浓度是1.1028克每千克，也就是说那个50千克的成人的话最多不能摄入2瓶那样子的饮料，那如果超过这个量的话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对一些像老人、孕妇、小孩他们这种代谢排毒能力比较弱的人。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越精细加工过的食物营养越少，建议大家直接食用粗粮摄取营养。孕妇小朋友要特别警惕粗粮饮料当中的甜蜜素成分，最好少啲饮啦。你回来了，哎，我跟你说，粗粮饮料没想象中那么有营养。我今天看的，不会吧？好像不能多喝，而且里面有很多添加剂的啊。然后它那些添加剂有的是不会被吸收的，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添加剂还有甜蜜素有的，所以以后你这些都不要喝了啊！怎么会呀？我没开空调啊！热死了，给我喝瓶。哎，你怎么这样子呢？跟你说了，你让你别喝，你还拿，这孩子怎么回事呢？上一节咧，我哋讲到啦，市面上部分嘅粗粮饮料含有对人体危害极大嘅食品添加剂甜蜜素，但系好多人好似文文一样，依然因为佢方便快捷而直接攞嚟饮嘅。饮料固然方便啦，但系都唔可以忽略其中嘅安全隐患噶嘛。粗粮饮料仲会唔会有其他罪状呢？据了解，好多嘅食品添加剂系对人体系冇危害嘅，但系网上有唔少媒体报道话，粗粮饮料除咗有甜蜜素，仲有微晶纤维素，会对人体产生辐射作用。佢无毒无刺激性嘅物质，但系口服唔吸收。咁究竟系咪真系嘅咧？出嚟啦！出嚟啦！你又在打了？哇！你看这马，好漂亮，是不是？哎呀，怎么我点肚子疼了？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早上喝那个粗粮的原因啊？怎么会？我平常都喝那么多，今天才喝了2盒而已。喝了2盒，你不知道吗？这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才不是呢！哎呀，我上个厕所先。你真的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呢？没事，上厕所就好了。看一会儿，严重的。真的吧？没事吧？看一会儿，严重的。没事吧，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呢？我送你去医院吧。哦，好吧，还是得去了。啊，走走走，送你去医院。我带上你的包。啊，我的包，去拿一下。这些可能就是有一些膳食纤维吧，有些人可能他喝了添加了这些膳食纤维的这些东西，可能肚子响。也造成了一个腹泻，原理上它不是由于那个细菌繁殖，然后造成的一些毒素，然后在肠胃肠道里面造成的这个危害，造成的那个腹泻。因为本来膳食纤维作用就是为了促进肠蠕动，你的人群对象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对这些反应过多了一点，敏感了一点，可能它就造成了蠕动快了，然后可能就造成了腹泻了。啊，这是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双面的。有些人他是为了缓解便秘，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更大，就是在那个结肠附近，膳食纤维是可以给那细菌分解，分解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些对人体肠道有好处的那个东西，然后也促进我们那个肠子把它回收那些营养。但是呢，有些分解完之后呢，它还是会产生一些气体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就又促进大便。调查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结论啦。粗粮饮料嘅几大罪状分别有：一、营养价值低；二、糖分过高；三、多数含有不利于健康嘅添加剂；四、不易消化，容易导致辐射。所以咧，想要摄取粗粮嘅营养，咁就最好唔好选用粗粮饮料啦。嗱，说话讲翻转头啦，粗粮系咪真系适合每个人食用呢？从粗粮这个摄入来说，身体状况没有什么疾病出现的人的话，一般来说没有太大的禁忌。那么我们建议的粗粮的摄入呢，最好不要单纯的食用粗粮，最好能够跟其他的主食混杂一起使用。对于有血糖偏高的老年人来说，那么他要降低血糖，可以吃一部分粗粮，那么这样能够提供一部分的膳食纤维。同样的情况下，不要让我们的食物的吸收率降低的太多，因为你即使控制了他的血糖以外，
那么你还要考虑你本身的营养摄入。如果是因为过多的糙米影响到你总的热量的摄入，实际上对控制血糖也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小孩，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他需要一些额外的热量来提供他的生长发育，那么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对于粗粮也是要求不要添加给他吃。如果胃肠道功能比较差的人，我们还是建议他暂时不要增加这些粗粮的摄入，那么等胃肠道功能慢慢恢复的时候再逐渐增加，那么这样对身体来说是安全的。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一食粗粮及时多饮水，粗粮中的纤维素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做后盾，才可以保障肠道的正常工作。一般来讲，食多一倍的纤维素就要饮多一倍的水。二食用粗粮应该循序渐进，对于平时以肉食为主的人来讲，咁为了帮助肠道的适应，应该慢慢增加粗粮的进食量，不要操之过急。三搭配分菜食粗粮，当我们每日制作食物嗰阵，除了顾及口味和嗜好，还应该考虑分数配搭，平衡膳食。四讲究方法食粗粮，从营养学上来讲，粟米、小麦、大豆单独食用，不如将它们按1:1:2的比例混合食用，营养价值更加高，因为这样可以令到蛋白质起到互补作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腊八粥、八宝粥、素杂锦等等，都是很好的粗粮混食食物。饮粗粮饮料并不等于食粗粮，大家平时可以饮一些人工研加工的粗粮饮料，而粗粮也不可以食太多，一定要循序渐进，同时也需要搭配一些蔬菜或者精粮一起食用。在节目的尾声要再次提醒下大家的，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又或者新浪微博的方式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本期的问题就是，以下哪一种的粗粮食品营养价值最高？ A 粗粮食材， B 鲜榨粗粮汁， C 盒装粗粮饮料。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快啲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啦，丰厚嘅奖品等住你啊！好啦，今期嘅节目系咁多，我哋下期再见啦，我系琪琪，拜拜。上个礼拜嘅奖品啦，将会喺本个礼拜联系中奖嘅观众寄出，同时要感谢每周一检为我哋提供嘅奖品。呢份奖品系佢哋为节目嘅热心观众量身订造嘅家用食品安全检测套装，关注生活品质嘅你一定唔好错过啦。